是。事件的事情知道是在星期一晚上，我的一个伙伴叫我去接一个系统，微信的系统。哦。这个系统我完全是不靠谱，他就是我简单讲这样子，进去这样子处理出去，什么都没有讲，我结果上网去整。哦。当其实即将就操作开。是。那我做到要超过58天的时候，不要删除。我就不小心整个删除到了，结果我又再要求星期五再来过。是，那星期怎样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很忙碌啊。OK， 哇，很有信心的吧？操作。对，因为工作上一些会出现一些差错。是是是。那我就在重新把那些图片再找回去，我就再拼凑回去。是。结果就是丢出了那个 VC 的那个硬碟卡。结果就播出来了，就可以成功的报出去是的顾客。好，我建议大家。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时候时间要非常的深，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。是的，好处是。好处是，所以问题不是吗？哦，好，没事。我今天的口头禅是：所有的问题不是问题。是，来给他一个赞美，是，你是一位。Thank you.